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经本第七面倒数第六行。又契机者，亦欲其合时机之意。这是念老讲本经呢，是契机之独胜啊，也就是特别殊胜。介绍完了之后，啊，又告诉我们，不仅是三根普被、立顿、全收，他还契合时代。这个时代是各个不同的时代，各个不同的地区，各个不同的文化背景，它通通都适合啊。这样的经呢，的确是不好找啊。那么这部经就是的啊。下面说，如来垂慈啊，这指的是释迦牟尼佛，也是说的阿弥陀佛啊，非常慈悲啊，独留此经，于诸经灭尽之后啊，灭尽之最后半年，我们在法灭尽经啊，释迦牟尼佛啊说这个将来佛法到衰灭的时候的状况。一切经呢都灭尽了，都不存在了。最后无量寿经呢还流传一百年，就最后的一百年。那么无量寿经呢留下来的是哪一种本子呢？这也是当代的一些大德啊，不是我们现在的啊，应该是黄念祖居士那个时代啊，比我还得要早一辈啊，我的老师们这一辈的人，肯定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啊。为什么？前面都跟诸位介绍过了，这个本子道道地地是净宗第一经的标准本啊，它是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啊，确实是净宗的第一经的山本啊，这个我们听了之后一点都不怀疑啊，确实这不行。那么黄老这个夏老居士出现在这个时代啊，我们相信他是再来人，他就是来做这一桩事情啊。黄念祖老居士出世，也就是为这个本子做个注解，这是他们来到这个世间的特殊的任务啊，他们完成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末法王后还有9000年呢啊，所以我们讲不同的地区、不同的这个时段、不同的文化，它通通都能适应
啊，所以正表此经能契合当前及未来的社会。啊，无论哪个地区所需要的，那就是这个本子。是当前科学发达，人类应居的知识弥广，啊，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就越来越多。啊，是不是一桩好事情呢？实在讲，不是一桩好事情。啊，真正修道的人呢，不需要学这些东西。啊，我们老祖宗，啊，古圣先贤早就给我们说过，啊，道家所说的“为道日损，为学日益”，啊，为学就是此地讲的现在的科技发达，这是为学，啊，这个东西你天天要增长你的知识面，可是为道啊，天天要放下。通通都放下了，你的道就成就了。啊，道是什么？道是你自己本有的。啊，你现在的道不能现前，就是你有障碍啊，你有烦恼啊。啊，佛家讲业障。啊，障碍之多，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啊！啊，可是归拿起来呢，不外乎两大类：烦恼障跟所知障。这两大类都障碍你进行，都障碍你清净心，啊，障碍你的平等心。清净平等觉就是道啊，这是我们这部经的经题啊，我们修道就是修这个东西。如果这个心地，哎，一年比一年清净，你的道业就在增长。啊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哪个宗派，啊，中国是大乘佛法，十个宗派，啊，法门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道，门径，啊，是回归自信的门径。经上所说的八万四千呢，啊，八万四千法门是对治八万四千烦恼，啊，菩萨非常了不起，你看能把十善业道展开为八万四千细心，这功德圆满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清净平等就得到了，那是什么样的境界？那经题的上半部，啊，上半部讲的是果，下半部是因呢，修因就证果。啊，果第一个大乘，大乘是智慧，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了。啊，智慧不是学来的，啊，知识是学来的，智慧不是学来的，啊，从清净心里面生的，啊，无量寿是德，庄严是相好，啊，你看，这不就是《华严经》上讲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德相。啊，这经题上就是如来智慧德相啊，大乘是智慧，啊，无量寿是德，庄严是相，你就得到了。
啊，这在什么时候啊？这在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。所以你把清净平等觉修成了，你就回到十报庄严土了。这个经题好啊，不是会记的人自己列一个题目啊。你像王龙书居士，他会记了叫《大阿弥陀经》啊。魏默生的本子是《摩诃无量寿经》，那他都是自己列这个题目啊，唯独夏老连题目都是会记的。真的没有在上加一个字。这才叫标准的会记本。连题目都是会记的。题目的上一半是宋译的经题。下面清净平等觉汉译的。原本的经题也把它汇集起来。意思就更明显了。底下给我们说，社会进步，每人呢所兼职责任倍增，故贤应广学多能，鞠躬尽瘁，参加建设，造福人民，实现人间净土。我们读这一句，应该知道如来菩萨无方应化的事迹啊，确实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；应以什么方式来帮助众生，来成就众生，他就用什么方法，没有一定的方法。所以佛为我们讲经说法，不可以执着，执着就错了。你要是执着，佛告诉你，他没说法，他不承认他说法。《金刚经》里头就有这个意思。你要说佛说法了，佛说你帮他，你会帮他，他没说法，一个字也没说。没说法说了49年。那我们怎样去体会？清凉大师讲得好。佛说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清凉大师在40华严经题里面讲过这么一句话：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全是古佛所说的。释迦牟尼佛没有在古佛所说经教上添加一个字。比我们孔老夫子所说的“述而不作，性而好古”说的还要严谨。夫子只是说“述而不作”，佛说的是没有在古佛所说经典上多加一个字。这了不起啊！人家为什么能成佛成菩萨？关键就在此地。现在人心浮气躁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就是要学的，要创造，要发明，
啊，自己要有东西出来，不服古人。啊，古人跟我们确实不一样，古人他佩服古人，他仰慕古人，他向古人学习。啊，从来没有个意思是创新。啊，跟现在科学的思维是背道而驰的。那么古人这种想法是对还是现在人对？如果我们把还原观学透了，我们就知道古人的态度对的，现在科学概念上是错误的。啊，为什么？古人正道圆满了，像个圆球一样啊，它正道的。这圆球上你不能加一点，加一点都不圆了。也不能少一点，少一点也不圆了，圆圆满满，不增不减。古佛证的是这个，今佛证的也是这个。啊，所以今佛如古佛之再来，这我们就明白了。所以今佛所说的一切法跟古佛所说的一样，不增不减。这个意思，这个事实真相，现在人能体会的不多啊。啊，所以我也常常说，事出世间这些大神，他们修学的态度，是我们后学最好的榜样。啊，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选的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。我们来学习黄老祖学的注解，你仔细看看是不是述而不足啊？每解释一段经文，一句经文，引经据典，再不然就是古大德啊，他们的解释，古大德也是根据经典，没有自己发明的，没有自己创造的。我们要懂啊，我们烦恼习气这么重，分别执着这么重，这就要知道道道地地的反复。如何能转凡成圣，那就得上圣人学习啊，学老实，学乖啊，真听话啊，这经教我们行吗？能讲经吗？没有这个条件呢。啊，智慧德能都不够格啊！啊，我早年到台中亲近李老师，啊，是跟他学佛的，正好他那个时候办了一个经学班，啊，培养讲经的学生，啊，他要我参加。我自己衡量自己没有这个智慧能力，我不敢，我说我听经，听你老人家讲经学习啊，讲经
我想我没有这个能力。啊，老师让我到他班上去看看，那当然看看我可以，啊，去参观一下。啊，以这个善巧方便的方法把我领进门。我跟老师说，我们不能讲啊。结果一发现，老师教讲经的方法啊，原来是讲古人的注解，古人注解看不懂，讲现在人的注解啊，白话的注解是这样讲法的。我就问老师，怎么是这个说法？没法子，不得已而求其次。现在没人讲经了，那我们不发心怎么办？谁出来啊？没人了啊！经讲错了，错一个字可了不起。古大德所说，讲错一个字啊，这本来是禅宗的公案，错下一个字转语啊，堕五百世也无生，你得负责任呐、啊。你讲错一个字，你看看，堕畜生身，五百世啊，多可怕！啊，老师告诉我，我们没资格讲注解，啊，讲古人的注解，古人注的是文言文，我们现在把它用白话文翻出来，这个办法。错了，错是他错，我没错。啊，那如果说是文言文看不懂，咱们看现在白话文，我就照他那个讲，漏掉了没关系，可不能添自己添自己东西，啊，责任他负嘛。啊，我们学讲经是从这里做起步。啊，到什么时候你自己能讲呢？开悟了啊，没开悟那就得讲别人啊。佛开悟了，祖师大德当中很多是开悟的啊，开悟了啊，他也不离开佛菩萨，完全依靠佛菩萨的依教，没有一点心的意思，性而好古，述而不作，这个态度我们应当学啊，应当认真的学习。学习能不能有成就，那要看你学习的心态。啊，什么样的心态能学成功呢？印光大师说得很好，沉静。啊，他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什么叫沉？啊，我很沉静啊，那我十二分沉静啊，那是他自己的标准。啊，不是佛菩萨圣贤的标准。啊，佛菩萨圣贤的标准，那沉是什么？什么叫沉呢？曾国藩先生在他著书笔记里面将沉下了个定义啊，他怎么解释？一念不生是为沉。
人家有学问，有德行，讲得不错。念什么？妄念呐、啊！你还有个妄念不成呐、啊？啊，那在佛法里面讲，你还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啊！你哪来的成啊？分别执着，那是大风大浪。严重的烦恼啊！啊，所以佛告诉我们：你能把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面对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决定没有执着。恭喜你，你证阿罗汉果，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如果你再更进一步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分别也放下，不再分别了，给诸位说，执着放下了，清净心得到了，清净心生智慧，分别放下了啊，平等心得到了，清净心是菩萨心，平等心是佛心，啊，最后能把起心动念，就是妄念，也放下了，啊，念头都不生了，那恭喜你，你成佛了，啊，为道日损。啊，要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。啊，一年比一年轻，你的道业就在进步。啊，如果一年比一年还严重，那你适得其反。啊，你是在学道，那个道不是佛道。啊，那是什么道呢？那应该是六道。你在修六道轮回呀、啊，修六道轮回有善有恶啊，善的呢三善道，不善的那你就是修的三恶道，都在修道，都叫道。啊，这都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菩萨应化在世间，我们要能细心去体会，好好的来学习。啊，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啊，真的就是佛讲的两句话，大家都会念，啊，可是你没去做，啊，勤修戒定慧。熄灭贪嗔痴，这真做功夫啊！啊，那我们现在要认真问自己：啊，敬业三福不仅仅是敬宗的指导最高原则，也是整个佛法指导原则。啊，第一条里面所说的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我们做到了没有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学佛的基本条件。我们要不具资不具足，那没有资格进佛门。啊，进佛门是有条件的。啊，什么人呢？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啊，这个善就是这四句，这四句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：孝亲尊师，在《弟子规》里头；
慈心不杀，在感应篇里面啊，所以你能够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真正落实了，真正做到了，你就是标准的善男子善女人，这个条件才能够入佛门，受三规五戒。你看第二幅，这是真正佛门弟子啊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前面条件不具足，没有资格来受啊！啊，可是现在什么？现在我们不具条件的也都受了。张家大师说：“告诉我，啊，受了怎么办呢？受了学啊，千万不要认为啊，我受了戒，我已经得戒了，不可以这样说。这个说什么？这叫大妄语。”啊，大妄语，你没有得到，你自己以为得到。啊，这个话最早偶益大师讲的。偶益大师明朝末年人，啊，明末清初，虽然是净土宗的祖师，啊，第九代的祖师。他在戒律上下了很深的功夫啊，就像我们近代弘一大师啊，大家知道弘一大师研究戒律啊，在那个时候，弘一大师研究戒律，他这个戒律著作也很多啊，他告诉我。中国从南宋以后啊，就没有比丘了。啊，那个比丘是名字比丘，有名无实，比丘戒做不到了，没有比丘了。那要传出家戒，啊，传出家的这个比丘比丘尼戒。至少要五个比丘才能传啊，没有五个比丘传这个戒，受戒的人不能得戒啊。这南宋以后就没有了，这名字比丘啊，不是真的。所以劝导大家，你可以去受啊，知道这是行事，受了以后要学，真正学一条呢，你就得一条啊，你得做到啊啊。我们受了五戒的人很多啊，很普遍呢 啊受在家菩萨戒的人也不少啊，五戒有没有做到啊？不要说别的，不妄语做到没有啊？常常说瞎话，有意无意，没做到吗？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你去想想哪一条做到了？啊，还说我受了满分的五戒，啊，满分的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五戒都做不到，那菩萨戒更不必说了，是有名无实啊。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啊，这种做法是欺骗诸佛菩萨，
什么坏事都没做，哎，你受戒做不到的时候，这个罪就很重。啊，怎么个戒罪法？犯了什么罪呢？破坏佛教形象，你承不承认？人家一看，哎呀，佛教，你看这佛教徒是这样的。啊，他不骂你，他把整个佛教都骂了，连诸佛菩萨都骂了。要懂啊！啊，在家的信徒，舍善做不到啊！啊，舍善三归五戒做不到啊！出家的这些弟子们，沙弥律仪做不到啊！啊，不但沙弥律仪，三归五戒十善也做不到。你说佛教怎能不衰呢？佛教衰在哪里？戒律没有了。啊，你看佛法信戒行正，你有信有戒没有行，那正就不谈了。没有行怎么会有正？啊，只有信解，信解就变成了学术了，啊，变成佛学了，啊，有行有证呢，那就变成学佛了，学佛跟佛学不一样，啊，佛学能说不能行，啊，学佛呢？能说又能行，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找一个善知识到那找，找不到啊。啊，所以老师才叫我，啊，李老师当年在世啊，他老人家非常谦虚，我拜师行拜师礼也跟他学啊，他老人家跟我说，我只能教你五年，那五年之后怎么办呢？他给我介绍一个老师，是他的老师，印光大师，印光大师不在了，文超在呀。你天天念文钞就是亲近印光大师，把印光大师教训记住，认真努力去落实，你就是印光法师的学生啊。这开一个门，就是现在找不到真正善知识，古人有啊，啊，做古人的私塾弟子啊。我的老师介绍我啊，做印光大师的私塾弟子啊。那我这么多年啊，在海外各地啊讲经教学，我不敢自己认为是老师，没资格啊。我也学老师的方法，哎，给大家介绍一个老师。我介绍的是谁呢？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，这两个老师好啊，跟他准定不错。啊，这老师在哪里呢？无量寿经就是的，阿弥陀经就是的。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经看不懂，看不懂找助教。啊，找帮手。啊，哪些是助教呢？注解经的人就是助教。华严经咱看不懂，找清凉大师。
找里长者。啊，他们这个注解就帮助我们学习了。啊，《弥陀经》看不懂，找莲池大师，他有疏钞；欧耶大师他有要解；优希大师他有圆中钞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。在这个本子没有出来之前，一般人学无量寿经都是学康僧铠的一本，吴中元一本的，比较起来他这个本子比较好啊，流通也很广。隋朝慧远大师有注解啊，他跟我们净土宗初祖法名完全相同啊，庐山慧远大师是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啊，所以隋朝也叫慧慧远大师啊，在佛门里面叫他做小慧远啊。趁小慧远就知道是隋朝的慧远大师啊，看他的注解。我们在台中那个时候学无量寿经，这个本子还没有传到台中的时候啊，李老师讲无量寿经就是讲小慧远的注啊，这古人著书啊，帮助后来的同学啊。那么现在呢，工具多了，用录音、用录像啊来讲解，帮助后人，那就太方便了。那我们建立个道场，这个诸位要记住，印光大师这一代祖师啊，有德行，有智慧，啊，他老人家教导我们，啊，在现前这个社会状况之下，啊，建道场，重质不重量。重实质不重形式啊，道场不要大啊，小茅棚是最理想啊，注重不要超过20个人，容易维持啊，志同道合的这些同学在一起共修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决定求生净土。啊，小茅棚，住20个人，住在里头的人呢，心都清净了。如果建一个大的寺庙，富丽堂皇，就有多少人在盯着想争释迦牟尼佛清楚啊，所以当年一生在世讲经说法49年，没有建一个道场，连小茅棚都没有见过。为什么？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建道场就有人起我的念头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时，书下一宿，你还争什么？所以每一个人心都清净，没有争的嘛。这个实现好啊，
这个视线叫慈悲到极处啊！啊，他真的叫代众生苦啊！啊，为什么那么做法？做出样子来给后人看。啊，那我们今天的身体，实在讲，跟佛陀不能比啊，跟佛的弟子也不能比啊。人家是常年累月啊，晚上就树下一坐啊，不怕风吹雨打啊，这经上讲金刚不坏身啊，人有德行啊。我们现在不行，我们现在到树底下住一晚上，第二天那个叫加护病房去了，没有人家的德行啊！相随心转，人家心清净，我们达不到那个清净的程度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。那么在今天的社会，我们又不能离开社会啊，小道场天天认真学习，把学习的功德回向给社会，回向给一切苦难众生，消灾免难。啊，这个事是真的吗？真的。佛在经上讲的不错，一切法从心相生。啊，有这么一批人，以清净心，天天在做祈祷。啊，真诚的祈祷就能产生效果。啊，这是对社会。啊，社会有人不相信。古今中外有很多灵验的事迹，现在有没有？现在也有。啊，逐渐逐渐的，科学也慢慢给我们引证了。啊，证明境随心转，证明了相由心生。啊，真有德行呢，他真有感应。啊，那没有德行呢？没有德行也得要参与社会的福利事业。啊，外国的宗教对于这些他们很重视，他们办养老院、孤儿院、育幼院、医院啊，做的很多啊，我也看的很多啊，热心做这些社会慈善福利事业啊，在佛门这是附带做的啊，真正要做的是自己提升境界啊，成就道德，成就智慧，啊，你才能真正帮助苦难众生，真正有能力去化解灾难。晚近太虚法师提倡人间净土，这也是我们的上一代
对于中国佛教有相当的贡献啊，也有不少著作。曾详引《无量寿经》文句啊，在他的讲演当中引用《无量寿经》的经文很多啊，盖以此经双照事出世间啊，这一部经佛所讲的世间法讲的不少，出世间法也很多啊，详是真俗二谛啊，佛以二谛说法啊，这是讲经教学的一个总原则啊。谛是什么呢？用我们现在普通话来说是真理、真实啊，实实在在的。啊，两种，一种是速谛，一种是真谛。速谛世间法，真谛是佛法。啊，事出世间呢，都照不到啊。啊，真谛是明心见性之后你所见到的诸法实相啊，那是我们一般世间人呢很难理解的啊，它是真的啊。我们的修学程度没有到那个程度啊，佛不给我们说这个。佛给我们讲世间法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常识佛很清楚啊。佛说我们世间人一般的常识我们很容易接受，很容易懂啊。跟我们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，我们听了很欢喜，这是世俗的，这不是真的啊。真的给我们讲万法皆空，这我们就不懂。我们明明看到一切法是现前，那怎么是空呢？啊，佛怎么是空？这咋不懂？那是真的，那是属于高等哲学，啊，不是一般人能懂的。啊，佛是看众生的根性，看你的程度啊，啊，给你说法，啊，所以在整个佛法里面，小乘多讲速谛。啊，真谛也说很少啊，大乘法里面真俗谛都讲啊，连一乘法啊，一乘法是法华华严啊，那个里面也有世谛，也有真谛啊，不是完全讲真谛。复净宗之妙在于不立佛法而行世法，不废世法而证佛法，这是净宗的殊胜。啊，真是巧妙啊！下面说出来，因持名之法最为方便，随地可修啊！随时可修，随处可修啊！心里面一句佛号啊，要真正做到。大势至菩萨讲的标准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真的不是假的。
啊，把六根管住，不往外跑。啊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。管住了，啊，六根呢，不向六尘境界去跑，啊，凡夫，外面六尘境界引诱你的六根呢，你是造业，啊，真能管住了，啊，对于外面境界。看不看？看，看什么呢？没放在心上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啊，没走心啊，这叫功夫。那心里是什么呢？心里面是阿弥陀佛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给你谈话交流。这世间法了、啊、心里面那个佛号没断呢、啊、不是说我有事情办事，我把念佛放下来，那什么？那是功夫还不够，还不到，初学的人、啊、要这样做法、啊、特别是用思考、啊、你暂时把佛法放下啊，你去办事，事情办好之后再念佛。如果得到念佛三昧，就没有这个障碍了。啊，二六十中，他佛号不间断。做得到，不是做不到。我早年在台湾，有一年过年，啊，有一位老居士，啊，过年的时候来看我，啊，也是那时候我们华藏图书馆的老信徒，啊，他来告诉我，他说法师，他说我现在心很清净啊，我什么都放下了，可是就是孙子放不下。啊，他念佛的功夫很好，啊，身子放不下，我就告诉他，你能把阿弥陀佛想成是你的孙子，你就成功了。哎，他并没有念的孙子没有念的，他心里都真有孙子，时时刻刻都有孙子的影子，阿弥陀佛挂在口上。里头心里是孙子啊，所以我教他个方法，换一换，把你孙子换成阿弥陀佛啊，我说你就成功了。心上真正有啊，那叫做念佛啊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这大势至菩萨说的。啊，我们如果是一心一意就想极乐世界，就想往生啊，这不往生麻烦可大了，不往生就得搞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实在太苦了，不想再搞了。那这六道里面东西是不再去沾染它了，你心就定了，什么都不想啊，每一天三餐饭吃饱就行了，什么都不要讲究啊，能吃饱就够了，衣服能够御寒行了，有个小地方可以睡觉就够了，还要什么？你就知足了，知足就常乐了啊，心里面没有一丝毫负担。
啊，身心都没有压力，你是多自在。啊，心里头真有福。啊，这样的功夫，快则一年，慢顶多三年。你念佛三昧就得到了。啊，念佛三昧什么？清净心。无量就这个无量寿经的经题里头清净，你得到了。啊，清净心生智慧，不再生烦恼。那什么时候往生呢？在这个境界里，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。你这一想，阿弥陀佛就来了。啊，有寿命，寿命不要了。啊，现在就去行不行？行。你的信息送到阿弥陀佛去，只你一起念，阿弥陀佛就知道了。啊，他就来接引。没有这个功夫不行呢，怎么想也想不来呀！啊，为什么想不来？你是妄想，啊，佛不来。你对这个世间拉拉杂杂的还没放下，啊，真放得下，随时可以去啊！啊，这个世界这么苦。受这么多年苦，还有什么好留恋的？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永远离苦了，离苦得乐。啊，为什么不干？实在讲，贪生怕死。啊，如果有个念佛堂在这开的，告诉大家，我到我这儿念佛七天肯定往生，你看有没有人敢来？不敢来了。那天天这求往生啊，七天准定往生，这念佛堂一个人都不敢来。假的，不是真的嘛？那口是心非嘛？所以这是我们明了之后啊。的真感啊，这道理统统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啊，确实不离佛法而行是法，是法佛法一点障碍都没有啊，无论做什么工作，心里头佛号不见得啊，这叫功夫成片。啊，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。啊，但是不要紧。啊，世尊明白地告诉我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圆证四土。这种殊胜的果德到哪里求啊？八万四千法门只有这一门有，其他的没有啊。所以遇到这个法门多难得，多不容易啊！遇到了不肯干，当面错过，这个罪很重啊，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佛菩萨，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祖宗。因为你也往生成佛了，你的家人都得度了，无论他在哪一道，你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啊，他有苦有难，你就能帮助他。啊，他跟你有缘吗？
所以他有感，你就有应。啊，他在受苦受难，希望有人帮助他，那就是感。啊，你跟他有缘，你立刻就这个信息就得到了。啊，你真的能帮助他。啊，不废佛事法了，而正佛法。不废跟不离是一个意思。啊，这事法是什么？给诸位说，《弟子规》事法，《感应篇》事法，《十善业》也是事法。啊，你看看，这三样东西，用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，用在自己工作当中。用在自己处事待人接物是法了，给世间人做好榜样啊！啊，心里面是阿弥陀佛，这就成功了。啊，这些事法不但没障碍你。你在那个地方累积功德了，到极乐世界提升自己的品位啊，你做了多少好事，在社会上做很好的榜样啊，你那个清净心人家看不到啊，可是你这个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善业人家看到啊，改变今天社会风气需要这个。啊，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都是好东西。啊，他对于这个子孙多么爱护啊。无比的深恩大德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子孙不孝。不能体会祖宗的爱啊，把他们的教诲丢在一边啊，还说他过时了啊，这样的心态你说能不遭报应吗？啊，我们真是难得了，在这个时代，这样的年龄遇到了，才觉悟，才明白了，啊，赶紧回头，认真来学习，啊，自利利他，啊，利他就是自利，你自己不认真学习，你没办法利他。自己真学，真得到好处了，别人看到了，他就来学习。啊，表现得好啊！啊，我记得我们早年在美国住，啊，附近的邻居都是美国人。啊，我住的一栋小房子跟韩馆长是对门。啊，这些邻居对我们很羡慕。啊，有一天早晨我们出去散步，外面是公园。啊，我们邻居看到我的时候，啊，他给我们讲，他看到我们每一天都是那么快快乐乐的，啊，都是满面笑容。他说：“你们是做哪一个行业的？
为什么这么快乐？我们告诉他，我们是念佛的。这什么叫念佛？这机会教育来了吗？念佛学的是什么？那我们就告诉他，念佛学的是智慧。他听了这个药，他也想学。我说第二个长寿，第三个快乐，这我们要啊。他们都是些基督徒啊，星期天都上教堂去的。那我就劝告他，星期六到我们佛堂来，学智慧，学长寿，学快乐。星期天你们上教堂，不违背。你们那里有神，我们这儿有老师。佛是我们老师，他不是神。真的，以后人慢慢就多了，附近都来了。所以他是先看了好几个月，才来跟我们接近。慢慢的说他就懂了。所以我说信仰宗教跟学佛不冲突。我说那个你们信仰宗教，神是你们的父吗？你们是父子关系，主仆的关系。你到我们这来了，跟释迦牟尼佛是师生关系，你在家有父母，在学校有老师，怎么会冲突呢？他们听了很高兴，不冲突。下面这个黄老给我们提醒，随地可修，何待遁入山林？随时可念，不劳闭关应作。这就是讲不必去找一个阿兰若。阿兰若是梵语，就找一个清净地方，那随时可以修啊。这香港是最繁华的地方了，可不可以修？可以，不碍事。这比修其他的法门方便了。你比如学禅、学密，那环境的影响很大。都要找一个清净地方，要兰若，就意思是清净，很安静，标准呢，古时候牛叫的声音听不到，以这个为标准，在农村里头养牛，牛叫的声音最大，你这个地方是牛叫的，村庄牛叫的声音听不到，那叫清净道场。念佛了，那是要有的有福报啊。咱没这个福报的时候，闹去也行，也能修得成功，所以不必要遁入山林，也不需要闭关应作。这个应作是静坐，那现在这个社会小家庭工作都非常忙，哪有时间去打坐？所以这个法门就殊胜，这个法门一点障碍都没有。但发广大决心，一向专念名号下至十念一念一得往生，不务世间工作，依旧顿脱生死，既能自觉觉他，广度众生于未来。
一夫自他居利，造福社会与当事人。啊，这是真的事实，说明这个法门适合任何一个时代。啊，特别是现在的这个社会，啊，科学技术发达，啊，人们的工作忙碌，是分秒必争，啊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，啊，你要不认真学习，就会落伍。啊，所以尤其是科技这个行业，啊，我们看到他们的培训班，啊，半年就要去再教育，那更新的东西出来了，啊，都要去学习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，啊，接受新的东西，啊，有的时候。啊，三个月要受一次培训，啊，一年两次到三次，这是不能少的，啊，确实是很繁忙啊。生活在这种社会，你要想成就道业不容易，啊，但是净土这一门的时候，给你带来方便。啊，把你的难题化解了。下面说，是故今云：当来之时，今道灭尽，我以慈悲哀悯，特留此经直住百岁。其有众生执此经者，随所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这是无量寿经后面的经文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，啊，当来之时，今道灭尽。肯定不是现在，啊，所以世界上许多预言家都讲世界末日，啊，这外国宗教啊也讲世界末日，世界是不是有末日？这都有问题啊！佛法不是这样说法的啊！佛法讲法运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一万两千年，给诸位说，诸佛出世的法运不一样。实在讲，佛哪有法运呢？这运是众生呢。啊，正法、相法、末法都是众生。我们认真肯学，那就是正法。啊，听了之后不愿意做，那就是相法；听都不愿意听，那就是末法。所以呀，这个佛的三种法运呢，是从众生说的，不是从法说的。啊，佛没有这个问题啊，法也没这个问题。啊，实在是人的问题。啊，那么我们对于佛法有这样强烈的爱好心，啊，那就这些正法嘛。啊，我们今天这样的学习，跟释迦牟尼佛在世啊那个时候一般人学习，那有什么两样？
没有两样。他们跟释迦牟尼佛一生能成就，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，一生也保证成就。啊，这真法。啊，可是人的根性啊，佛是看出来了。啊，的确，一代比一代要差一等。啊，那么到9000年之后，啊，我们现在慢慢也能想到一点，这个众生的业造的业累积。累积的这个恶业越多，这个人的好运就没有了。居住的环境跟着变了，就风水轮流转了。富人居富地，这地方风水不好，可是这个人是有福报的人，他到这里来一住，啊，2年3年风水变好。会变啊，这个地方风水宝地，那个人缺德啊，造作恶业，他在那住上3年风水都变坏了。境随心转啊，这个地球是一块宝地啊，地球上的人都能够随顺心的修十善，不造食物，这一块宝地什么灾难都没有啊，它会变得跟极乐世界一样，极乐世界你看世尊给我们介绍啊，《弥陀经》里面讲的那个地方的人皆是上善聚会一处啊，不是普通的善啊，上善 啊上善标准并不很高佛告诉我们我们修上品十善啊，我们不想到极乐世界去，来生到哪里去？来生到天道啊，忉利天以上啊，上品十善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啊，这上善那个地方什么灾难都没有啊！啊，中品十善，这得人道啊，下品十善呢，阿修罗道，这三善道。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止上善啊，除了上善之外的时候他觉悟了，他不迷了，在我们这个六道啊，上善到天上还是迷而不觉，他没悟啊。啊，怎么知道是悟了？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一个人真正发菩提心就是觉悟啊，发心决定要求生西方净土，这一个念头就是觉悟。为什么呢？你要离开六道轮回啊，不但要离开六道轮回，你脱离十法界了啊。脱离十法界是什么人呢？
菩萨了，阿罗汉做不到啊！阿罗汉只是脱离六道轮回，没有脱离十八界。那你发这个心，你要升极乐世界，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也脱离十八界了。虽然不是大彻大悟，他所得的果报啊，跟那个大彻大悟的人没两样。这稀有的法门啊，真发心了，不要再留恋这个世界啊！不但这个世界不留恋，华藏世界都不留恋啊！你想往华藏世界，你去不了啊！你要不是真正做到了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你才能生华藏世界。你说多难啊！可是到了极乐世界，就是华藏世界啊！华藏世界里面最殊胜的一个宝地，就是极乐世界啊！我早年在新加坡讲这个经啊，给同学们做比喻啊，他们对这个华藏极乐啊，总认为这是两处，我告诉他不是两处，是一处啊。我说华藏世界好比新加坡，华藏世界，极乐世界呢啊，好比乌节路，他们最繁华的一条道路。五节路，华藏世界的最精华的地方啊，升到极乐世界就升到华藏，升到华藏还没有到极乐世界啊，那要也会去啊。文殊普贤十大愿王导轨记录啊，还是会去的，没有直接往生那么样的了当啊！啊，所以这是我们得认清楚啊！啊，你才真正啊放下万缘，一心皈依弥陀净土。这一段是引本经啊，这个无量寿经上这一段经文，释迦牟尼佛说的啊，当来之时经道灭尽，跟前面讲的意思一样啊。佛以慈悲哀悯，特留此经直诸百岁。我们要知道，这部经是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。啊，这个一定要记住。佛在世的时候，任何经典只是讲一遍，没有重复的。唯独这一部经，多次宣讲。啊，为什么？就是希望啊，这个经能够到法灭尽了，最后灭掉。其有众生执此经，只是遇到啊，也就是道法差不多灭尽了，经道都没有了，只剩下这一部经的，你要是遇到，随意所愿皆可得度
你想到极乐世界，行。你念佛能往生，你想升天也行，你想来生到人道也行，随意所愿呐、啊，都能满你的愿呐、啊。啊，量以此经符合社会之实况。啊，他的确像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说的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。啊，这个法门是无障碍的法门呐、啊。啊，真殊并照，四理双融，凡圣齐收，心佛不二。啊，心佛不二是真的。前面跟你讲的凡圣齐收是俗的，啊，这个意思我们留到后面再说啊。这经里面很多，说故能长存而独留于末世，啊，末世就是末法时代。量以此经不但为净土群经之纲要，一大藏教之智慧，时亦为此界他方，现在未来一切有情利苦得乐究竟菩提之法要。这还得了，真的一点都不假啊！不但是净宗的纲领经要啊，释迦牟尼佛49年讲的一切经，最后的旨归就是净土啊，《华严经》最后是净土，十大愿王都归净土啊。《法华经》，龙女8岁成佛，啊，是听文殊菩萨也是讲《无量寿经》啊，他听懂了。啊，发愿求生净土，成佛了。啊，在一切经里面，啊，佛专讲净土的，这三部经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、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，这专讲的，啊，这三经，《无量寿经》多次宣讲。讲一切经附带的有100多部，所以古大说，古大的讲千经万论，处处之归啊，特别是历代的祖师大德、诸大菩萨啊，无论宣讲什么样的法门，都附带着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啊，唯独这个法门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，无论什么样的根性都能够修，都能成就啊，就像善导大师所说的，万修万人去啊，啊，万人根性不相等啊，没有一个不成就，所以确实是持戒他方。持戒是指娑婆世界，他方是指一切诸佛刹土。
现在未来，啊，这是此界他方的现在未来，一切有情离苦得乐，究竟菩提之法要，究竟菩提就是圆满成佛，啊，法是方法，啊，要是最重要的方法。得来不容易啊！下面是黄念祖老居士，他在这里发愿回向，念祖感恩图报，发无上行，尽诸此境，续佛慧命，这报恩。遇到这个法门，知恩报恩啊！一般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奉法呢？不知道恩德释迦牟尼佛当年多次宣讲，为谁啊？我们这个时候遇到了，肯相信，能理解，发愿求生，那就是为我。你要是明白可接受的时候，那佛就是为你讲经，直下承当啊，这才知恩啊，不是为别人讲的，是为我讲的。黄老居士就是这样承当啊，用什么方法来报恩呢？给这个经做注解，老师的嘱咐，夏老居士这部经汇集成功之后，他自己亲自讲过。啊，黄念祖居士是他的学生，从头听过，一堂课没漏啊，他听得很认真啊，这老师能看得出来啊。啊，这个学生对这个法门啊十分沉静啊，他就会得十分利益。所以让他来做主角，老师对他信得过，佛弟子，真正的佛弟子要报佛恩，就是底下这一句续佛慧命，念念想着释迦如来正法救助，正法救助要用什么样的手段，就是自己认真学习，一代一代沉传下来啊，我们从老师那个地方学到了啊，得到殊胜的利益了，要传给下一代啊。佛门叫传灯啊，不能让这个灯灭掉啊。啊，那我们不传就灭掉了。灭掉有罪啊，那罪很重啊。啊，那怎样把这个工作做好？做得很如法，让诸佛如来都满意。头一个是德行，
这是续佛慧命最重要的第一个条件。那就是说今天我们讲的三个根四个根。你要不是认真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沙弥律一举落实，真正做到这续佛慧命你做不到。头一个条件是德行成就了，然后则是学问。学问里面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如佛都是这样教我们的。没有教我们广学多闻呐。广学多闻是什么时候啊？开悟之后。没有开悟的时候，目标是定在开悟上，不是广学多闻。广学一定障碍开悟，为什么呢？你心不清净，你太杂了，太多了。一门深入，诸位要知道，一部经，那我跟人讲，我在这里讲，我一部经讲完了，怎么办呢？没有了，讲第二遍，二遍讲完，讲第三遍。古人讲弥陀经，一生讲200多遍。那听众能听得有兴趣吗？他遍遍不一样，境界不相同，越听越欢喜。讲的人境界是不断上升，听的人也不断上升。但是讲出味道出来了，他真干真修啊，得三宝加持啊！过去我在台中，李老师告诉我，他弥陀经讲了6遍，6个样子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我跟他学楞严经，我楞严经讲了7遍，那个经太长，要很长的时间。我记得从头到尾讲圆满的这2遍，其他的5遍都没讲圆满。我们四弘誓愿里头，四弘誓愿是我们修学的最高指导纲领。你看，第一个叫我们发菩提心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这发菩提心啊，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啊。那从哪里下手呢？烦恼无尽誓愿断的心，你先要把烦恼断尽，然后你才能学法门。烦恼不断，你修的法门，修学的法门里头夹杂着烦恼，你很难成就。所以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是什么？是断烦恼。用一部经，用这个方法断烦恼，84000法门。用这个经教，你天天读，天天讲，用这个法子，你心是定，一步心是定。
啊，越讲越熟，心越定，定生慧。啊，从这一部经上得清净心，得平等心，只要得这两样，就开悟。啊，悟了之后是什么样啊？一切法门，一接触就通了。所以，龙树菩萨给我们做了个示范啊。啊，他老人家证得初地菩萨，别叫初地就跟这个原教初住一样，啊，在我们中国人讲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那么在中国最具代表的慧能大师，啊，龙树菩萨证得的是这么一个境界呀、啊。啊，世尊当年在世讲经49年，所说的一切经，龙树菩萨用了多少时间全部修完了呢？3个月。今天讲大藏经。3个月他就学完了，他怎么学得那么快呢？你看看六祖坛经你就明白了啊！你看六祖坛经记载的一个故事，在我们佛门叫公案例子，发达禅师，这学法华经啊，他去见六祖，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，六祖看到了，啊，拜三拜头都不着地，起来了问他：“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你现在人家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”啊，这礼拜头不着地呀、啊。他说：“他念过3000部《法华经》。”法华经很长啊，3000部至少是3000天呢、啊。换一句话说，10年呢、啊。啊，10年念一部经，啊，值得骄傲。那六祖考考他，这法华经讲些什么，说不出来。他回过头来向六祖请教，六祖是这个经，他不认识字，他没念过，也没有听过，啊，他说你既然念得这么熟，你念给我听，《法华经》28品，他念到第2品，方便品，念到第2品，六祖说行了，不必念了，全知道了。讲给他听，他开悟了。啊，在礼拜的时候头着地了，你就晓得开悟的人是不是要全部的？不需要。啊，看一卷看一段就晓得，你这全部讲的是全通了。所以3个月一部大藏经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禅宗里面讲。悟后起修啊，为什么这个宗门跟教下不一样啊？教下也开始学习经教，宗门是决定没有开悟不许你看经，也不许你听这些东西啊，让你就是让你放下啊，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啊，悟的时候就是清净平等觉，觉就是觉悟。啊，那个觉悟必须是把烦恼习气，把烦恼这个无始无明烦恼断掉。啊，无始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。6根接触6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。
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那当然没有分别之处。这到这个境界，觉性自信觉现前啊，这一现前，六根接触境界，一接触就通达，就明了，学得快啊！啊，无祖不认识字啊，没听过经啊。要说在听经呢，那就是半夜三更的时候，这是五祖忍和尚在方丈室给他讲《金刚经》啊，那当然讲大意啊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见性，把他的境界说出来，说了五句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不动摇，能生万法。你看五祖忍和尚行了，后头不要说了，一波给他打发他赶快走啊！为什么走呢？嫉妒障碍，那别人不服啊，啊，别人天天在讲堂听经，天天在禅堂里面坐禅啊，都没有得到一波，这来的一个人好了，禅堂一天没去过啊，讲堂一天也没去过啊，五祖只是打发在对方里面冲米破柴，干这个干了8个月，结果一波被他拉去了啊，所以没有一个人服气啊，到第二天到处去找啊，就追啊，什么都追回来啊，佛菩萨保佑他在猎人队里面藏了15年啊，15年大家把这个事情平淡了，这就出来啊，逃难的路上在曹河村遇到这个无尽藏比丘尼啊，他是受持大涅槃经啊，大涅槃经分量多，2个版本，一个40卷，一个36卷啊。慧能大师那个时候24岁啊，刚刚出来，就这个逃出来的时候还没到猎人队呀 啊曹慧僧遇到这个比丘尼，听他念《涅槃经》，听完之后他就讲给他听，这个比丘尼佩服得五体投地啊，讲得太好了啊，讲得他开悟了啊，他也是一心受持，实际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，他得到三昧，这一讲的时候才开悟了啊，拿到经上的向六祖请教，六祖说我不认识字，他说你不认识字你怎么能讲这些，他这个与这个文字不相干，我们不能不懂啊，真不相干啊，所以古人这个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，这里有大道理在啊。中国不但是学佛如是，学道学儒也如是，古时候这个私塾里教学生，重要的是启发他的悟性，把这个摆在第一，其他的都是二三，悟性摆在第一，不能把他悟性啊堵死了啊！现在人不懂了啊，这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